见过遮挡号牌的，没见过这么霸道的。最近有网友在北京某地铁口发现了一辆违停的奥迪 A6。 违停了还不算，这辆车最牛的地方在于前后牌照都被自制的不锈钢套遮上了，还在中间上了一把铜锁。看来这招经常用吧。对付这样胆大妄为的牛车，警察同志不应该让他再嘚瑟下去了。